哎呦，那安尼，哇，暗沙沙嘞。彭姓阿妈家明明年神，让人觉得非常的离奇。讲说一个红色穿红色，红衣小女孩在把她带上，她怎么喊怎么叫，别人就没有注意到她。对，就是她在某些那个区域里面。是，对，然后像这个喊着你的名字，你就要小心喽。何志伟，何志伟。大哥明明在这里，我叫了阿伟的名字，我叫了阿伟的名字。